暗也造成男人的个性会阴暗，怕见光，怕外出，怕面对陌生，都代表会面对一个比较不阳光的男人，就是已经不得志，然后又被那个，就像有的男生脸不太亮，然后又弄刘海，就不好看的意思。天生有比较属于抑郁的个性吗？嗯，应该说我们夫妻俩都蛮内向的。那你有在鼓励他吗？你有就是说你知道他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你有就是安慰他，他会听吗？像他在工作上，我是跟他讲说，其实你现在人家景气那么不好，你有工作做，你应该就是要很惜福，就是对，因为老板会一直打电话过来叫他去工作，那他都不肯去接那个电话。我说那你应该就是要跟老板讲清楚说明吧，你为什么不去？哈，你意思是说他只要有点不高兴，他反而不接老板电话，在家里躲着不去上班哦？对，他就逃避的心态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他不想去，他就不接电话了。这样子不去工作，就是我就是会想要说叫他回去。回去，你不会勉强你把他间接的赶走。我要去哪里？你叫他回去哪？回去婆那个婆家。你就是想通常人家是回去娘家，你回叫他回去婆家，是啊，第一次听到。就是回那个啊，我他爸爸妈妈的家。啊，那你没有娘家？不是，他现在是他把先生赶出去，在赶集的。我意思说你自己没有娘家，通常都是我要回娘家了。我说他自己，我不会这样子，因为他不工作啊。是他走，你不能走。我不能走啊，因为我还有小孩啊。小孩要养啊。通常我都把小孩带走了。所以你这样比较麻烦，先生一个人走他比较方便。对，他继续上班要工作，事情很多哎。你聪明。你其实这样讲的话，勾起我一点回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你老公的多难菩萨。因为我为什么现在那么爱赚钱，那么爱买房子？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我曾经在我摩托车载我女朋友去在接她的时候，她竟然跟着别人超跑坐走了。走下怎么说？怎么说你知道吗？你养得起我吗？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不是我刚退伍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要赚更多的钱，不要让我的家人被有钱人侮辱。我拼命赚，拼命赚。所以你现在很有钱。哦，现在也有，刚好够用。结婚之后我就住在我老婆的娘家。这个老婆就是你吗？目前就这个而已。别要这样子。你会太敢有别人。这个老婆。那住他们家，然后他们娘家对他寄人篱下，娘家对他照顾也很好，也算是给我们机会。我开了两次旅行社，倒两次，但是有欠员工钱，没有欠客户钱，开两次，因为不想带他，想多陪陪小孩子，倒两次，那时候情绪就大家情绪都不稳定，偶尔老婆会跟你讲，有一点情绪化，你不要住这里嘛，你不喜欢就住这里嘛，要不委婉的不是在赶我走，就是你不要住这里嘛，这里不能远，待得住吧，一定是你。你前面讲话你更难听啊！你怎么不演你刚刚演那个那一段？你口气一定有什么丑话？也有，也有，也有。所以你老婆最后压抑没有办法控制。对，不要在这里嘛，你臭话，你不要在这里嘛，对吧？哈，嗯，就走。我不然走，我去。没地方去，没地方坐，对不对？我有被老婆善意奚落的、数落的，你要勇于接受这个苦难屠杀的一个，这个一种。我老公说，我老公常说他娶到我就是我是他的观世音菩萨。要不是有他先下手，我也想跟你做朋友。你觉得我眼睛有问题吗？我会选你吗？品文，再怎么样都要选黄品源啊，不是黄品文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哎，这个标就是我们说的后无靠，家徒四壁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家里很华丽，那中国人会画一些山水啦或吉祥的图腾，除了是艺术的呈现之外，他就是为自己造一个好的未来。所以这里放个风水字、山水字、好的字，都呈现一个有水流，有五路财神，有步步高升，都会让自己多一个靠山，而且非常的灵验，所以你考虑一下。其次，再坐久，我们大家快看看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电视柜，怎样？电视柜很好啊。电视柜的造型有湖北啊，五花八门，千变万化。这个电视柜并没有错，但是你仔细看没有，它的造型有没有一把、两把、三把刀的感觉？就是老公坐在那边。
客厅放了一把锯刀的意思。嗯，因为如果你背后有贴板子的话，嗯，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带刀的柜子。给他喷口水。这就是刀型。哦，然后说我劝你还是要帮他后面做个板子，或是摆满的书，把它铺得满满的，很饱满的，那么这个刀型就不会外露。嗯，中国人说有形就有灵，稍微要提醒你一下。反正就是老夫人的意思，是说这种买柜子的形状不要这样子，好像刀对，正常是方方的一大一小，对，拼在一起，嗯嗯嗯，很便宜，是好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摆满的书就对，对，来画起，好吗？好的，书够多吗？还有吗？儿子的书够多，哇，那刚好就拿出来外面。但是为你高兴，就是这房子唯一的优点，就是房东还帮他做了一个财位。啊，对啊，那边有一个斜四十五度角，传统公寓是没有的哦，超可爱的财位。嗯，但是啊，这个座位够无靠。对啊，对。人来人往，小人累半，这也包括你老公的运气。这个位置有人在坐吗？有，都是大家看是小朋友都有在坐，对，因为这应该坐不太住哈，后面有走道啊。嗯，对，如果你不想改的话哈，就把那个小茶几有没有离开，把这个转过去。嗯，哦，你说直接就贴着墙壁，对，要不坐一排是不是？你把小茶几先来看好了，我用我残缺的手帮你移一下，因为我最近。李小姐后面有人的，所以你刚讲对了，后面就在我靠山。所以啊，这样子哟。如果有太小，有波比天后坐靠山哎，那就 OK 啦。后面真的也有靠哎，所以这样摆你会不会觉得更好？我来靠墙壁，这样客厅大，客厅看起来感觉很大耶，第一个没有感觉。所谓大很多是说门前门后更宽阔，财路财水更能够进入。是，哎，好不好？请问我要怎么样那个？出来的。对，我要出来，然后我要巴结你们才可以起来。那我们扶你出来。啊，你要看那里啊，刚好你看那个角度刚刚好。哦，这个。你看，等一下。还有几只？哦，哎，这个很可爱。哇，有元宝哎。对啊，而且上面有写很多，是元辰光彩，财源广进。然后对我生财。身材，你多几大舌头吗？对我身材哟、哦，哇，这真厉害，好自然。所以它的五行的石头有没有哈、哦？有传承到我们奇门遁甲，有五种颜色的石头来开运。那这个石头一定要庙里面，那天主祖灵过我生日再放上去，叫做有灵验、有能量的石头，是第一个重要。那旁边有一个红红的那个红包，那写的写他写的东西有没有？那是你儿子写的，是不是？是我写的啦。那可以拿起来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对不对？是要问人家一下。我懂。那你写这个做什么？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就是顺顺利利能够。参加这个考试都能够考上就对了。他在考什么？他现在在准备司法官的考试，还有律师资格考。哇，律师哎，棒哎！哇，以后高官就好当律师了哦。对呀，金刚呢？金刚呢？哈。嗯，对。哇，可以改姓吗？姜呢？啊，你赶快只好姜姜。妈妈姜吗？我姓姜吗？你把姓姜吗？姜呢？基本上妈妈的爱心哦，无可厚非啦。也是一个对小孩的激励。但妈妈，你的学历可？我是高职。那你高职要帮他加持到律师嘛？哈。对呀。好像有点困难了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就说你要叫别人加持的话，这个人学历要很高，会有学问，会有学识，那把他的智慧跟魁吸过来。哦。那没有文昌君加持，至少要有学问的人帮你写上去，会更加分。所以还要找会念书的人来写，是不是？或者律师，我帮你找谢振武律师。哇，对对，我以为是谢元，真的，谢谢，一定要谢这个底章，对，你要帮他考律师啊，是啊，要找像这样子的人来写，当然要有钱，要有钱就进银行界，要有钱就政府官员，对不对？要赚钱就找有钱人了，是啊，要借钱就找曾维忠老师啊，真的辛苦。你这么多钱，借一点什么关系？妈妈的一个心意啦，也可
以哦，或者去文昌帝君那边拜拜，对求这样子，这才是真的假的。对，我觉得他没有真正很贪财的感觉啊，因为好像都是希望小孩念书好，没有特别很多聚财的东西啊。别的小孩这个也非常好。嗯，那这个其实在太阳吉祥物最重要是有没有能量是一件事，就是可以激励提醒。嗯，激励提醒小孩每天回来看到这个啊，读书了，妈妈的爱心，啊，要远离这个贫穷，都是非常加分。嗯，这样智慧，对对。啊，甚至这些都还不错。贝壳代表钱的意思，嗯，钱就是贝壳，嗯，代表提升财运的意思。那透明的那个，那个是银行水吗？我是自己煮那个彩水啊，我是看张老师的节目去做的。张老师另外有节目，他没有，他在节目中有讲，然后我就把它做起来。我真的是有节目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节目真的一起带赛，都两年了，还不错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这个张老师教你就是要煮一个田，然后自己生彩水。他是说那个用透明的那个瓶子啊，里面放盐巴，对，还有放8块钱。我是这样哦，彩水如果从银行拿过来更好。这多久了？彩水？从我搬过来到现在多久了？现在已经有14个月。哦，一年多了。哦，类似要换了吗？类似是引龙水、引彩水的这个。需要换吗？换都是不用，比如说拿到庙里面财神庙更好，给你加持一下。好，那我觉得很奇怪哎。那你后面为什么那边要贴一大堆符啊？对。哦，基本上符咒哈是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阴暗的阴，阴的事情；一个是阳间的事情。那阴暗的事情就是什么地狱符啦，或解厄符啦，或招魂符之类的。那个是指针对某一些人家居家可能有这种鬼魅的东西来把它镇住的，这叫做阴暗的事情。那真正的符咒，我研究我所了解当然不是很深入，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符咒基本上都是好事，比如说解除灾难啦、血光啦，或祈求生产啦，或家里平安啦，或求好财运啦。利用这种我们所说的会写符咒的人，然后请神来家里，它基本上都是好事的。那它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基本上你看一下，白纸黑字嘛，都是平安的。对呀，这是求平安的，是来自于不同的寺庙，不同的单位。那这种章最好贴真正的章，而不是复制影印的，因为它的能量会更强。所以会放一边没关系。不能放这里啊。你要放哪里？通常有时候会放在门前，正外面的鬼魅。有的是小孩子不好睡，睡在床头，也有可能。有的是我们说的这个招财的，就会贴在我们的这个聚宝盆，但是那边也算是。或者可以不用贴，你只要放地，放哪个地方？古人是用糯米粘土的，也可以这样参考。那有的符咒贴在神像的背后，还有怕被附身之类的。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拿那么多这个平安符啊？就是有去庙里求。没有去，就是过年回中部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全家去拜拜，那就这样。去跟有时候就会抽一次，就是有的庙会跟你结缘这平安符。对，那你放在这里，意思是因为你的电脑常中毒，不是没电吗？对，你要放在主机，因为有看节目啊，你放乖乖就好了。哎呦，我放乖乖的，对，去哪打累了还可以吃嘞。先换地方哦，不要放这里啦。好，而且我觉得它不只是这里有一个财位，我看到另外一个角落也是一个算是它的小财位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边属于哎，那个地方，对，那个你们得出来了，对呀，出来我快脚麻了，没有事。今天老师请我好的，对吗？这个地方也太莫名了吧。四财位规划出大问题，精心布局全部功亏一篑。房门背后堆放杂物，职场委屈有苦难言。后面有东西吗？怎么了？改通了。那根本卡掉了。门不开，财路不通，影响我们的钱财进出。门为口，有时候有苦说不出。虽然是在那个饭店里面实习，主管认为他能力比较好，打扫的动作比较快，主管就会一直帮他加房间。啊，好，加。